Hello， 大家好，我是尊。大家喜欢吃辣吗？我个人以前是很不喜欢吃辣的，长大后开始慢慢有比较常接触一些辣的东西后，感觉就变得比较能吃辣了。我以前是连那种泡面的辣包啊，我都会吃到整个满头大汗，然后受不了的那种。如果出现在什么吃辣星球里面的吃辣国小的话，我大概会被留级到30岁吧。但是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现在的我是可以吃辣的尊。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为了挑战自己究竟比以前多会吃辣呢，我从网络上买了一个撒旦的脚趾。哇，感觉吃起来就对你的身体超健康的啊，因为它真的有撒旦。平常我们在吃那种小红辣椒辣度大约是4000到5000齿高为有辣度，而台湾最常见的那种很辣的朝天椒是7万到9万，而这个撒旦的脚趾呢900万哦。现在停拍还来得及吗？但是你以为我会怕吗？而且你看，卖家里面还寄了一颗复活节蛋给我。对，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蛋是在隐喻我的屁股，然后他说吃了会流血吧。谢谢你，卖家，真的太有趣了。还有一个垃圾，这卖家是不是因为自己家里的垃圾没地方丢，所以就塞到这个纸箱里面？什么东西？他那边写了“请救救我”，然后还有一个地址跟电话，哎，他有点诡异。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卖家他给我的讯息，一切都串联起来了。当你吃了这个撒旦的脚趾后，你就必须要跟别人求助，因为你已经拉到肛门流血，已经出不了厕所了。对，一切都完美的串联了起来。我们来打看这个电话好了。喂，喂，请问你是卖家吗？我在箱子里面有收到你的纸条。喂，请问你有听到吗？他把电话挂掉了。很奇怪，好像没有接。还是在厕所拉肚子，所以不方便接电话。好，不要管他，相信所有的答案呢，就在我们吃下这个撒旦的脚趾后，一切就会解开了。说不定我就会成为跟他一样的下一个受害者，我也必须要寄纸条给别人。对，非常合理。给你看这个。这是什么？你搞吧，这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刚刚纸箱里面附的。我看。你看上面有电话号码，我刚打过去很接，然后跟他马上就挂断了，超诡异。你可以帮我拿一下摄影吗？哎，你过来看。啊。你看，这是我找的那个地址。这人也太可怕了吧！这种地方。你看卖家真的是从这种地方寄东西给我的吗？这地方看起来连电都没有。然后你知道我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除了这里看起来真的超偏僻以外，我刚搜寻他这个地址，然后找不到什么东西，就是都是一些很正常的。可你在后面打失踪，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失踪的无名尸的新闻，我刚刚就点进去，我去查这个地方后面的失踪报道。你看这个，这你帮我买吗？对不对？对啊。你还记得那个卖家叫什么名字吗？好像叫姓施吗？对不对？我也记得他是姓施，对不对？嗯。那你看这个失踪的人，他叫姓施，有那么刚好的事？还是是恶作剧啊？这各位其实是恶作剧吧？你报警看吗？可是你又不能确定是不是本人。对，打电话问问看好了。对，我想问一下关于南投县去年就是有失踪案。那他们说仅凭两件事不能确定那种观点什么的，他们说有可能是恶作剧什么的，所以他们不管了。还是我们自己去这边看看，好像可以。南投很远呢，如果开车啊，好像可以哦，感觉是个大题材。没有啊，感觉很危险。没有啊，就继续看啊。那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就可以刚好直接跟警方作证啊，对不对？好像可以继续看哦，反正现在也没事。你还有事吗？没有啊。那走啊，现在。点阅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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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阅率。
嗨，我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尊，现在是2020年4月号，告诉你各位，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纸条。2021年，告诉各位观众，我们刚刚在我的包裹里面收到了很奇怪的纸条，你知道吗？身为尊尊侦探呢，现在感觉到事有蹊跷。我刚刚查那个纸条上面附的地址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怎样？我们现在就要马上冲过去调查一下，这样才不枉费我身为尊尊侦探的称号。虽然我也没有这个称号过。OK， 总之我们现在就要起身去调查一下这件事里面到底有什么奇怪的事情。2021尊尊少年事件簿该启动了。奇怪的地方，你有看到这边一直有警车跟消防车冲过去吗？有，超怪。OK， 我们现在已经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你看到这边超级越来越乡下了。谢谢。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好像还没吃晚餐。这个饿肚子是不能打击罪犯的，就像胡适说过，如果想要抓坏人的话，必须要先填饱肚子一样。你说对不对啊？尊尊少年事件簿。其实我们应该快到目的地了，我看车程说大概在20-30分钟就会到了。这真的是越来越乡下，希望这种地方不会有什么连续杀人犯突然出现，把我杀死之类的。谁？隐藏号码。喂？喂？你是放纸条那个人吗？完全不理我。喂，说话。他把挂掉了。这到底是啥小？他到底在干嘛？不是刚刚那个人吗？不是啊，打电话来又不说话，那你干嘛要打？还浪费你的电话钱，对不对？你以为你钱很多是不是？不管了，我们还是先继续走吧。你等下真的要去哦？对啊。啊，可是感觉很危险哎。对啊，来都来了，干嘛回去？开了2个小时的车，就还是去一下吧。有什么危险的话，我等下再看。应该是还好，对不对？对。嗯，它整个是糊的。哦，好了好了，好，3、2、1，有咯，有那个味咯。那个 B 级恐怖片的味哦，2021年还可以找到这种地方哎，超级诡异。我甚至怀疑那里旁边的草丛就已经有尸体被弃在里面了。你真的要进去哦？对啊，我想说，不是啊，来都来了，我特地开车开了2个多小时来到这边，我当然要进去啊。而且怎么样，如果不拍影片的话 ，ban 哦，老子要过气了。反正就进去看看吧，反正我跑步蛮快的，所以应该还可以吧。我先进去，那你呢？应该是还好啦，我再没碰到。尊尊少年事件簿第一集开播，来自盒子里面的怪诞纸条，究竟里面藏着什么样的秘密？现在就为你揭开。可能不会有第二集。我现在就来看你在卖什么关子。也太暗了吧！就不要跟我说这其实是什么整人节目。那他妈至少给我一个车马费吧，我可不愿意做免钱的劳工哎、欸！什么鬼地方啊？民国100多年了，还有这么破旧的地方，超级鬼！嗯？哦 ，Hello， 有人吗？会不会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Hello， 看我刚刚是不是有看到东西？嘴巴是不是看错了？应该没有那么容易看错吧 ？Hello， 有人吗？嗨，感觉太可怕了吧 ？Hello。有人吗？请问这是整人节目吗？这该不会是综艺大热门的最新单元吧？如果是的话，我可以跟你们一起举整人大成功的牌子哦。
其实那个一直是我的梦想。对，好，没有人回我，跟现实中一样。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地方？台湾有这种地方？太奇怪了吧！我干你娘嘞！70年代恐怖片，原来哪里可以找那么丑的兔子娃娃？这不是跟我箱子里面同一个的吗？我从来没有在刚刚里面是所发出声音，应该没有听错吧？我确定我听到某个声音。Hello， 有人吗？我是看了纸条过来的，请问你有听到我说话吗？你看起来是非常奇怪，看起来像飞机仓库，但是有超级多不像是仓库应该要出现的东西。你要吓死我了，老鼠是不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这种感觉。那是行李箱，如果等一下里面有尸体，我一定当场直接吓得漏尿。第三颗蛋，好，我要在这个废弃工厂开这个超级奇怪的行李箱了。觉得上帝保佑我。就是衣服，好，非常好。这个衣服看起来，我有一种超级不好的预感。我东西摸起来蛮奇怪的，因为它。里面是一粒一粒的，有点像沙子的东西。拜托，不要，不要有会让我后悔的东西出现，拜托。它里面是好几层的垃圾袋。哦，等一下 ，shit！ 啊，我那个很臭的味道。像死老鼠的味道，里面该不会是猫屎吧？你看，你有看到沙子吗？盐巴，
什么要过来？你在干嘛？刚才到底什么东西？你杀了！